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罗，今天来到小手的工作室，然后一会儿我们要整蛊他的同事，病房，然后那个我们会在那个开会期间产生一些冲突，然后会用这个假酒瓶子，这个用糖做的，然后产生一些激烈的打斗吧，看看他会有什么反敬请期待。喂，胖胖，你今天几点回来啊？我就看看你，要是你早上几点回来，你不回来吃饭吗？六点，我现在马上就6点了。行，好，行，你上回来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回来吧，一会儿回来吧，好了啊，拜拜。怎么鸡？我好好说的，怎么就鸡皮疙瘩了？怎么？刚才对方没在这，他不知道。你们三个说话就好好说，咱们干啥鸡皮疙瘩？平时开会都不吱声，有话咱就说话。这怎么不行事了呗？现在就是。你怕啥呀？什么叫行事不行事？不是说行不行事的事，你至于吗？咱都至于吗？还你咱都怕你，你干啥就拍？你跟谁拍桌子呢？我跟你拍咋的？哎，跟谁拍话怎么的？不少不少说，哪有这样式的？有话咱好好说。是今天说的，我是今天说的这事。不是今天吗？不是今天，这事儿是很长时间的上来，你们也找。但咱我是什么意思？咱慢慢找不行吗？干啥？我一说租房的事，跟你好好唠唠，你给我鸡皮疙瘩，至于啊？本来这事就是说好的，对不对？怎么的？你不管我自己出去，境外出去，300万出去，怎么的？我刚周围说的，你随时出去，你随时。咱仨唠。300万说话呗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你给我挤鼻子弄眼儿的。你愿意啥时候出去，你就啥时候出去。好好好，你出去。你这事儿闹情绪，你知道吗？闹啥情绪？你就找这个事儿。闹啥情绪？别给我挤了呗。那我这还有会议记录呢。咱这都说了，你别有情绪，你要有情绪，随时你都搬走。我有情绪吗？你这不是情绪啊。是你的情绪带动的，我知道不？平时开会你们说啥，我知道吗？我知道没？太装了，真的，你只要真装，你怎么回事儿？咱这么多年朋友了，结果我就怎么回事了？别装，你知道不？你说，你说你呢？小事，我说你装，你别装逼，你别鸡巴指我！我操，还干你，你相信吗？还别指你，太鸡巴装逼！你这么去？你不能用半天。
这尸体怎么回事？这尸体怎么处理一下？讲一下你的感想。好淡定啊你！你当真了？不错不错啊！当真了？我当真了。这说明我演技提高了。怎么没？刚才没怎么吱声呢？我看你。起来！我大脑在飞速的寻找。我们。我在想哈，不是他说那个处理尸体的时候，你咋说的？处理尸体的时候，他没听到，都懵逼了，没事儿了。我昨晚没死嘛，但是，哎呀，我的确挺揪心的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回来一看，我一看，哎呦我操，脸色不对，一个个的，可能是要宣布一件非常低、非常沉重的事儿。哎，结果俩人都打起来了，看到那个是假的血了，但我没想他是。演的打你，我以为那是那个血浆瓶呢，我操！怎么看岁数？看你把小孩的事儿，气得我，我操！你要再小弟，你找小罗。一套号的上三号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静鹏。这个刚才他们的演技简直太紧张了，连我这么精明的一个人都被他们给骗了。你们等着啊，你们等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罗，欢迎大家微信搜索添加小罗恶搞微信公众平台，这里有恶搞视频的完整版，还有每天我自己拍的搞笑段子。还有即将推出的电话恶搞，还有每天会送出精美的棒球帽跟 T 恤哦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关注哦！希望了解我日常的可以微博搜索一下小罗恶搞哦。哎我去，你听到？